大家好，这里是穷奢极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蛋炒饭是非常经典的中式料理，但每年的十月与十一月，在中国各大网络论坛，这道料理却宛如禁忌。就连形象良好的网红厨师王刚，也因为在十一月底发布蛋炒饭的教学影片，结果意外引发炎上。本期影片就来聊聊中国蛋炒饭到底怎么了。说起王刚，爱看料理影片的朋友相信并不陌生。这位荧幕上的大厨，走红前是一段艰苦的奋斗，央视还特别介绍过他的故事。王刚出生于1989年的四川，儿时父母南下珠海从事餐饮，王刚则被留在外公外婆家中。到了国中时代，王刚受到父母影响，决定走上烹饪的道路。当时的父亲希望他好好念书，两人还因此起了争执。此后的王刚坚持到餐馆打杂，从一开始的洗碗、拖地与外送，后来终于进入厨房学艺。他为了增添料理技术，在八年的时间里辗转待过数十家餐厅，因此能良好的掌握多种菜系。之后王刚开始拍片，凭借硬底子的料理手艺，在各大平台吸引千万粉丝关注。王刚曾在节目采访中表示，资讯时代改变了整整一代人，让他与观众都能受益。但我们也知道，传播本身犹如双面刃，特别是顶流网红的一言一行，时刻都受到大众检视。近日王刚便因为一道蛋炒饭而惨遭翻车。2023年11月27日，王刚团队在社群平台上上传一段蛋炒饭的教学影片，结果却引来一片骂声，质疑他犯了敏感禁忌，触及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的死亡事件。为此王刚公开道歉，宣誓再也不拍蛋炒饭的影片。事实上，每年的10月与11月，蛋炒饭都是中国网络的禁忌话题。像在2021年10月，就有网友在微博发文，调戏韩战最大的成功就是蛋炒饭，结果被江西省公安局逮捕，理由是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先烈。同一时期，央企中国联通的江苏分公司也因为发布炒饭食谱，账户一度遭到停权，还引来警方介入调查。然而这套平凡无奇的家常料理为何会与毛泽东之子发生关系？这里要从毛岸英的故事说起。毛岸英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母亲在他八岁时因为国共内战身亡，毛岸英与兄弟则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最终他们进到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并在1939年加入共青团，接着前往军校历练，参加苏联红军在东欧的战争。时间来到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返回中国，与父亲毛泽东见面，接着开始投身政治活动。1950年韩战爆发，毛泽东决定派兵抗美援朝，毛岸英本人也以俄语翻译的身份加入战局。但当时没人想到，才踏上战场一个多月，28岁的毛岸英就命丧沙场。官方史料记载，当时志愿兵司令部所在地大鱼洞被美方侦察网锁定。1950年11月25日，数架美军轰炸机从司令部上方飞过，之后掉头回来投放燃烧弹，现场陷入一片火海，夺走毛岸英与参谋高瑞欣的生命。整起事件没有多少谜团，唯一的问题在于美军如何得知司令部的位置。随着参战人士陆续公布回忆录，毛岸英过世前的事发过程成了中国网友、韩战当事人以及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根据当时最高指挥官彭德怀的传记，司令部因为收发大量电报，被美军透过空中侦察与无线电测向锁定，确切位置因而暴露，而这也是官方认定的事实。然而中国内部还流传另一套说法，认为毛岸英生火炒饭引发的炊烟招来敌军轰炸，结果害了自己跟同袍。而这套说法的起源一般被认为出自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杨迪在书中写道，11月24日拂晓前，最高指挥官彭怀德的作战室从烟囱冒起炊烟，屋内有三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当时鸡蛋属于罕见物资，是北韩军方送给彭德怀的礼物。书中更直指炒饭者便是翻译同志。杨迪的说法被部分人士用于攻击毛岸英，认为他不遵守军纪，生火做饭才引来敌机轰炸。这套说法遭到中国官方与其他当事人驳斥。毛岸英的妻子刘思琪强调，当时北韩战场相当艰苦，没有鸡蛋与大米，军人吃的是没有破壳的高粱米，根本无法拿来炒饭。而当时幸存的官员也表示，作战室里没有锅碗瓢盆等工具，想要料理必须前往炊事班的灶房，不可能在办公室炒饭。另外，中国社科院辖下的历史研究院也特别发布澄清影片，强调上述说法是最恶毒的谣言。影片也提出三大疑点：
首先，毛岸英是在11月25日身亡，而杨迪口中的却是11月24日。其次，事发当时办公室内共有四人，而非杨迪描述的三人。最后，杨迪称美国军机不绕圈子就投弹，也与彭德怀的记录不符。我们最后来看官方公布的事发经过。1950年11月，志愿军司令部为了防空考量，不断进行迁移驻地作业。到了事发当天，毛岸英与高瑞欣从防空洞返回办公室，却碰上美军空袭而亡。以官方的论点，美军早已锁定驻地，毛岸英因为离开防空洞，最终碰上死劫。虽然官方多次澄清，毛岸英的死与蛋炒饭无关，是有心人士的穿凿附会。很多年来，蛋炒饭已成为网友嘲讽毛家与政府的用语，因此在毛岸英过世的11月以及他出生的10月，炒饭都成了敏感禁忌词。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当局致力维护英烈的名誉，像在2018年通过的英雄烈士保护法，诽谤或侮辱烈士名誉者将承担民事刑事责任。2021年的网络诚信大会更公布十大党史谣言，其中便包含毛岸英的蛋炒饭事件。由于上头收紧言论大网，每年的10月与11月期间，多数人都会主动避开话题。回到王刚的岩上风暴，事件本身就变得非常清晰。对于抨击王刚的人来说，他最大的问题不只是犯了禁忌，关键在于这早已不是王刚第一次触碰红线。时间拉回2018年10月，当时王刚出道不久，就已受到中国官媒关注。他当时发布了一支蛋炒饭的教学影片，同月又被人民日报转传，因此不只是王刚受到批评，人民日报也被骂个臭头。到了2020年10月24日，王刚又发布一支扬州炒饭的教学片，虽然不是最敏感的蛋炒饭，但依旧被网友点名痛骂。当时的王刚回应，他是看到评论才了解事态严重，同步删片道歉。2023年是王刚第三次挑战蛋炒饭的禁忌，因此引爆更广泛的怒火。人们质疑，要不是严重缺乏言论敏感度，就是团队有意为之。然而在一片逆风之下，也有不少人力挺王刚，认为他常常发布炒饭影片，并非只挑敏感日期。除此之外，也有人主张，既然中国当局已明文驳斥蛋炒饭与毛岸英没有关联，那王刚的做法就不该被视为污蔑先烈，认为大动作避嫌反而会让事态升级。总结来说，王刚的岩上事件对一些人来说是伤害民族情感的行为，但也有人认为不该无限上纲。在这一旁也有一大票吃瓜群众抱持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在旁煽风点火，这也凸显出两件事。首先是网络时代，讯息流通的广度与速度会扩大群众的反应规模，也容易激发对立。第二，语言是意念的载具，炒饭这道料理在中国网络的语境下背负了更复杂的政治意涵。好了，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穷奢精选今天带来17选12的优质美食套餐，其中包括热销的三杯鸡与红烧牛肉等菜色。12包菜色穷奢优惠价1650元，另再推4选8的优质汤品，除了高人气的极品牛肉汤，还有鸡汤可供选择。8包汤品穷奢优惠价1650元，再加送4包劲道刀削面。以上套餐全程低温宅配，优惠期间免运费。有兴趣的朋友，请到下方链接购买，下单后数天即可送达。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